还不够伸展的话，我们就跪下来。可是我连往前也觉得还好。好，那就很简单，上半身。你说往整个往对，再往上，所以这时候你会全部连上半身都一起拉开。哦、好，再还是不行的话，再往另外一边。侧。对、哦。你可以把它尽量。那我的膝盖是要垂直还是可以往前？就是往前，想象它这个箭头，嗯，让你往前推。所以我现在其实整个已经不是90度了，但没关系、嗯，我重点是松开这里。哦。对，另外一边也可以做。我们就是侧边再加强的话。对，再加强到侧边。对。OK， 好。